Tell me what happened. Because I'm grateful because you came all the distance to help us. So when I saw her, I just said to hug her, to thank her, to say thank you. I'm grateful.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就是我从厕所出来，他看我在洗手，他看到我的这个中国国旗，然后他问我是来自中国吗？我说是，然后他说了一声谢谢以后就一直在抱着我哭。他跟我说谢谢咱们，我拍了个照片，我给你看。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善意的贡献，我希望你们都安全。但是我有可能没太听清他的语速过快，我不知道是咱们中国人救了他的家属，还是说救了他的，就是救了他本人，所以他很激动，然后我们也很激动，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吧。Thank you very much. China's people, Turkish people, brother, thank you very much. I am not speaking, sorr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大家好啊，华记2月13号清晨报道啊，今日呢就睇咗条片呢，就有关于叙利亚嘅地震。咁呢个天灾呢就死好多人啦。咁我哋见到呢，我哋中国嘅救援部队呢就涌去土耳其同埋叙利亚呢嗰度，喺一啲冧咗嘅楼嘅瓦砾里面呢就寻找到生还者。咁喺片头呢，大家睇到有条片就好感动嘅，即係有一个土耳其嘅人，佢见到我哋中国嘅国旗嘅救援部队呢就揽住佢喊同埋讲多谢咁样。咁其实呢啲呢就係非不物所能形容嘅。即係嗰種感受呢，亦都係超越咗金錢嘅界線嘅。即係去到而家呢個人道嘅立場，人道嘅救援呢，已經係打破曬一切嘅政治呀，或者係戰爭呀咁。咁呢啲呢就令到我哋好感動啦。但係呢，我最近呢就留意到呢，其實呢美國呢佢係冇乜救援部隊去，亦都唔提敘利亞，因為佢哋係世仇啦。即係佢唔理你醒活，但係呢你知道美國呢佢不嬲都係世界警察，正義就喺佢嗰邊嘅。咁其實呢個就係偽善啦。咁亦都睇到另一樣嘢呢，就係你睇唔到呢有啲嘅香港有啲黃絲港獨呢，佢哋本身呢死隻貓都喊三日嘅，即係本身佢哋呢個愛心爆棚嘅。即係有隻貓啊，有隻狗啊受傷啊，佢哋都會有憐憫之心，咁我哋都覺得呢就好有愛心。但係喺呢件事上面呢，喺內地嘅救援部隊係救出，陸陸續續救出到有一啲嘅生還者呢，佢哋唔會講，亦都唔會讚揚。因為而家係過咗黃金72小時，咁即係其實生還者係越嚟越渺茫。而家係揾到一個即係生還者，其實已經係好奇蹟，好奇蹟。咁你見到香港呢都救出三名嘅生還者，咁香港出咗幾十人。咁其實如果唔香港唔出呢幾十人，呢三個生還者都一定揾唔到，因為佢嗰個塔樓嘅面積實在太大太大啦，根本係完全係唔夠人力資源呢就係做搜救嘅土耳其或者敘利亞本身嘅政府嘅救援部隊。咁你見到中國啊、香港啊呢啲救援部隊去施救呢，你係得唔到呢俾人洗咗腦嘅香港人嘅年青人嘅關注。即係呢一樣嘢呢係好難救嘅，即係但我哋作為一個正常人呢，我哋見到呢啲嘢呢都係好感動，好感動。咁我亦都係自己喺香港一笪福地啦，咁即係高床軟枕啦，可以話。咁而家仲有啲人呢喺瓦砾嗰度呢就即係挣扎求存，即係生死一线间，咁我哋就高床軟枕。即係其实有陣時呢就人係好渺小。我记得2008年呢喺汶川大地震呢，就睇到电视有位叫陈坚呢俾个大石砸住呢成个身。咁呢就砸咗超过两日㗎啦。咁跟住最深尾呢
救援部队嚟到撬开嚿石之后搬咗出嚟之后咧，好快就死咗。咁、那个陈坚咧就一路打电话俾佢个家人，仲要鼓励埋家人。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喺汶川大地震。咁而家见到喺土耳其同埋呢个叙利亚咧，佢哋系仲得人惊，因为咧我见到佢哋啲楼咧。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完全是没有防震，同埋呢佢哋嗰个钢筋水泥嘅质量好差。就算见到一啲比较腾身啲嘅楼呢，佢哋都系滞后咁冧。咩叫滞后咁冧呢？佢本身地震源最大嘅地震嘅时候可能去到七级几嘅时候佢未冧。但可能有五级余震嘅时候呢佢就会冧。跟住呢或者系冇乜点震嘅时候呢都滞后咁諗呢，就因为佢已经系散晒成个结构呢，即系喺层楼呢，我自己做建筑啦，就有啲叫core冧啦，有啲叫边啦，即系俗称即系震啦，同埋柱啦，咁样即系横梁啦，边同core冧，基本上佢嗰啲已经系断裂晒㗎啦，离开晒离晒口㗎啦，即系咁样搭住啫，拱都冧咁多啫。整个土耳其同叙利亚而家周围都系满布危楼，周围都系满布危楼。咁所以咧，就作为一个救援部队，佢哋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当你救紧呢一栋嘅时候，唔知隔篱嗰栋会唔会冧落嚟。所以呢一样嘢咧，就系无私奉献嘅。其实即系我哋无论香港啊，或者我哋内地嘅救援部队，都系冒住生命嘅危险咧，去作出一个救援嘅。咁啊，希望我哋嘅救援部队首先要自身平安先啦。如果你自己搞唔掂啊，点救人咧？咁所以呢我哋见到祖国都俾咗大量嘅物资呢就去土耳其同埋叙利亚呢去作出一个人道嘅救援。咁希望呢我哋正常人啦就睇到呢其实祖国呢真係好伟大，所谓施比受更有福。咁我哋亦都需要表扬祖国嘅伟大，即係唔好成日俾啲西方主义就垄断晒咁样。咁希望即係嗰啲俾人洗咗脑嗰啲都不洗一路嗰啲都好难㗎啦，即係大家都明啦，係咪？咁呢条片呢就好感动，即係睇到我哋正常人。好，大家珍惜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幸福唔係必然，香港係一笪福地，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佢。多谢大家支持，拜拜。今日呢就喺智利嘅圣地牛哥机场，咁啊，而家就翻香港，咁啊用咗好多個好多 peso 用唔曬，咁啊啲 peso 咧就而家轉翻人民幣。O K， 咁咧就而家咧就呢、這個咧就係、是、嗰個 peso 同埋人民幣嚟嘅，咁啊1400蚊咧，50蚊咧就搶翻20幾萬，因為啲 peso 我冇用啊，咁咧就搶翻啲人民，我唔想搶美金。所以咧，而家人民幣國際化，連機場都可以唱翻人民幣耶、yeah ，真係幾勁！你睇下，佢有人民幣喎，佢有貨喎，佢好嘢喎，佢真係好嘢。咁啊，哇！估唔到嚟到智利都有人仔可以唱翻，你話幾好咧？唔使用嗰啲美國佬美金。開頭你知道啦，啲美國佬美金啊，以為橫行無忌噶嘛。咁點不知嚟咗呢度咧？嚇、啊，唱翻人仔俾我喎，真係好嘢！好啦好啦，係，係 ，Galaxy，Galaxy，Galaxy， 好，人仔啊！